刘翔那个回面呢，让炒凉粉挺好吃，但是还是可以的，量大实惠。一般来这儿赶集了，中午这一片没有地儿吃饭的，啊，每家饭都给60多，肉丝儿。我们喝汤呢。跟煮的面差不多啊。来赶集啊，转一圈又饿又渴，来上一大碗8块钱一碗的肉炒饸饹面。